シェイ。寿司食べたい、この世の終わりの日は寿司食べたい、最後の晩餐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的盘子一日游，我们来吃寿司郎。一进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雷郎龙啊，还有初代封面。店面里面有许多魔物的元素，包含了大看板、海报，就连整个桌布都换成了魔物的图片。除此之外呢，餐厅里面有许多地方都有一些小巧思，大家来的时候可以自己找一下。接下来呢，就到了我们的吃货环节。首先是我们的部位破坏，部位破坏它就是满满的牛肉，好吃且划算。再来是我们的魔物蛋搬运任务，就是炸温泉蛋，然后它的酱跟它的草都有一种让整体层次变丰富的感觉，大推。最后就是我们的尾鱼拼盘，虽然它300块，可是它有送贴纸，根本赚烂。吃完了我们的猫饭，肯定要去抽一下一番赏。对，然后我抽到了资料夹，一定是因为寿司郎他的赠品已经送完了，上天补给我资料夹的啊。对，然后经过了这次的盘子之旅呢，没错，钱包力竭倒下。